望医书，若望医书第一章。论到那从起初就有的生命的圣言，就是我们听见过，我们亲眼看见过，瞻仰过，以及我们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。这生命已显示出来，我们看见了，也为他作证，且把这原与父同在，且已显示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报给你们。我们将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，为使你们也同我们相通。原来我们是同父和他的子耶稣基督相通的。我们给你们写这些事，是为叫我们的喜乐得以圆满。我们由他所听见而传报给你们的，就是这个信息：天主是光，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。如果我们说我们与他相通，但仍在黑暗中行走，我们就是说谎，不履行真理。但如果我们在光中行走，如同他在光中一样，我们就彼此相通。他圣子耶稣的血就会洗净我们的各种罪过。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罪过，就是欺骗自己，真理也不在我们内。但若我们明认我们的罪过，天主既是忠信正义的，必赦免我们的罪过，并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。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犯过罪，我们就是拿他当说谎者，他的话就不在我们内。